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段荣，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来自未来的棋谱》阿尔法围棋自战五十局。今天我们来看第34局。黑棋下了个对角，这个对角的布局呢，在这50盘棋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挂角，好，这之后呢，又来了，点33。还是这一飞，阿尔法围棋的这个对局当中从来没有，这五十盘棋当中似乎没有出现过拖的下法啊。拖的话呢，也许是担心白棋扳住，然后他就不挡了，长这个，白棋有这样的变化。那么直接顶白的如果长呢，黑的暂时不会去扳一下，这扳一下很可能是亏损。他总是下得很简单，顶了扳。好，飞，这也是阿尔法喜欢的。对付这个小飞挂的话，白棋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一飞。打吃。在立下，很普通的定型啊，白得反点一个角，黑棋呢选择了挡这边，挡在这一边，那么白的爬。黑棋长，单长的这个下法呢，我们在以前的对局里面也见到过啊。以前的下法呢是白棋跳这个，不过现在这个场合可能跳一个呢，黑的还是会压，之后冲断。黑的可能会这样下啊，如果白的再拐的话，黑棋把这个贴起来，这个贴起来非常大。也有一种可能性呢，黑棋直接脱线了。如果飞呢，当然黑棋就把这个贴起来。白棋实战呢下的比较紧凑，爬。黑棋这时候没有扳，而是在场。如果扳的话，白棋也一定是扳。黑棋如果长，那么这个飞这个要点被白棋抢到，黑棋在这边呢很难有太大作为。黑的如果现在脱先贴这个，那白棋可能会断打，黑的如果走这边，白棋跳过去进攻，黑棋最强的是跳这个，但是白棋走出来的话，也可以把黑棋这一带的潜力给消除掉。那么扳完之后，如果不愿意被白棋断打，又想抢先手的话呢？连扳是一种下法，连扳下去送吃一颗子，再打。这时候呢，白棋如果粘的话，黑棋打完这儿又先手扳。白棋为了避免先手扳，如果提的话呢，
黑棋再把这个贴起来。这个参考图跟实战比不知道怎么样，黑的实战没有这样下，感觉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如果这个局部下一个阿尔法围棋当中最常见的搬完连搬下去这个定式的话，不见得合适啊。白棋断打这个，黑棋现在如果要围着走到上边去呢，白棋这有个飞头，上边黑棋也没有什么发展性。如果要打吃这个的话，白的断打一下，再提掉。这时候呢，黑棋稍微有点为难，虽然是可以争掉，但是呢，白棋这一飞压引针，飞压刚好引针，黑的有点难受，而且将来这种夹的味道让黑棋在这儿不太容易围控。所以基本上黑棋可以考虑的就是搬下去弃子，先说打吃一下贴起来，或者呢就是实战长，实战的下法也挺有意思，单长，下一步拐下去也很大，白棋不让拐，再接着爬。黑棋如果现在再长的话呢，应该是后手，白棋飞这个，再拐下去也是后手，白棋脚上依然是活棋。那么这个头一飞，黑棋这个外势的作用就被限制住了，黑的实战脱先，把这个贴起来，贴起来呢，这边的潜力很可观，同时对白棋这块也是一个威胁。那么上边这么大的地方，黑棋既然不走呢，白棋当然是要搬了，白棋搬头，黑棋必须搬，连搬，黑的长，好，双方一人一大块都很大啊。白棋这个头搬起来也相当舒服，但黑棋这一块如果都围成空的话，那不得了，这么宽的八路啊，如果在中间有立体的这么围一块的话，效率也是非常高的。白棋这时候呢下得很冷静，自己拆一个，先把自己安定下来，看你怎么围。如果这样去扳头呢，没有什么好处，这白棋越用力可能黑棋越舒服，黑的顺势就围住了，白棋这扳过来等于在帮黑棋围这块大空，也没什么意思。如果这样贴过来，同样这也有帮黑棋围控的嫌疑，黑的扳，然后不知道是挺还是虎，一个越围越结实了。这个地方白棋暂时脱先呢也关系不大，这个原因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脚上那个变化一样，黑的如果黑棋来争吃的话，白棋这个引针很舒服，引针黑的提的话，白棋挡下来，所得也不小，黑棋再硬就要跑了。所以白棋也不太怕黑棋吃这个子，先冷静的把自己走好。如果这一带被黑棋加工，白棋可能不得不往这走，那么黑棋可以顺势围控。黑的也没有去争吃，争吃有着被飞压的问题，黑棋继续扩张，这也不能缩回去围，缩回去围一下就变小了，白棋让你围住都无所谓。
所以跳起来扩张，看你怎么往里进。同时也瞄着白棋下边还比较薄，摆的呢冷静，粘上之后，上边如果多围成空也是相当大的。粘上看黑棋怎么围，黑的如果这么来，看着是不小，但是呢感觉还是有点薄围。好，黑棋打入，这个可能应该不应该叫打入，可能是这个逼住要进攻这块白棋。白棋飞压爬，跳，这是普通的定型。之后呢白棋飞这个头很重要。如果现在拘泥于什么拆二，双拆二这个地方的话呢，这被黑棋一旦被黑棋走过来，黑棋可能飞，一旦被黑棋先走过来，白棋就感觉比较要受苦了。这个拆二现在并不是很大，飞这个。一边照顾自己的弱棋，一边压迫黑棋这个。黑棋呢出头，如果现在黑的拆，那么白棋点了长很舒服，把黑棋压迫在下面，白的自己越走越强。那么这块处理好之后再要进去就比较随意。那么黑棋这时候呢是靠这个靠出，下一步棋白棋的选择怎么说呢，比较让人意外。白棋是挖了一个，黑棋如果是挡，那么白的当然很舒服接上。黑棋如果粘上边，白棋就这有个断点，白棋先跳出去也好，或者就甚至现在就把它断掉，总之这留个断点，白棋这块就厚了，先跳出去也行。这个黑棋还没活，但白棋这留个断点就已经厚了，你如果不让断，那么这上面的断点也有点吃不消，这一段一长，黑棋下边也不活，上面被飞出去的话，这两个子也难受。所以黑的如果打吃在这边呢，白棋接上这个挖是很强的一手。但问题是，黑棋实战毫不犹豫的反击，断打，这个当然只有长，黑棋再打。好，白棋居然就断下边，让黑棋上边开朵花，这个下法还是有点让人意外。因为白棋断了下边之后还是留下种种问题，这一打入白的没连上，这五个子还是连不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走这个被黑棋一顶就顶死，先手顶断，然后黑棋连起来，所以打入白棋还是断的，还是被分断的状态。那么这边呢，这边黑棋在这一带掉一下的话，白棋拿黑棋这个子也没什么办法，所以这不是白棋一个完整的地，上边被开一朵花，对中伏感觉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如果说白棋不让开长这个的话呢，这里大致有两种变化，一种是黑棋粘这个，另外一种是粘这个。我们先来看，如果黑的粘这个，搬，
再连扳下来，这三个子呢不能死。白棋现在比较好的办法呢可能是断打一下，因为这个子不重要，白棋先从上边便宜几下，之后呢吃掉这个可以去接上，下成这样，这样下成这样不知道怎么样。黑棋呢先吃了一块，这地方呢还有个压，这地方白棋还欠一手棋，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变化呢，白黑的粘这儿，白的断，那么黑的当然要扩大眼位，要做活。搬粘是这个扩大眼位和长气的要点，走成这样，这看着白，看上去白棋也挺麻烦的。这个子断在要点上，白棋这块要怎么处理，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所以黑棋可能会选择这个图，那么白的不太好办。而实战被开朵化，如果这儿白棋都没什么毛病，都是空，那么开朵花我在这边深深的凿进去活一块可能也可以啊。这个开朵花虽然舒服，但是这边如果一旦白棋活一块，黑的也没什么，但是这还欠着打入各种问题，总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可能人类棋手下到这儿的话，有勇气被开花的并不会很多，这棋就搬外面或者就简单平平淡淡长感觉也不差。黑棋往外走，我就一路长过去，那头往前长肯定也是同时也在消黑棋右边的潜力，这样下应该也不差。总之这是一个比较让人费解的选择，白棋主动的挖进去，然后被黑棋踢掉了。那么现在当然是要打进去了，黑棋呢硬得非常冷静，二路一小箭，如果从这边攻过来，那么白棋点方，然后再一靠压，黑棋也很难说攻得到白棋什么，并且自己这块还没有完全交代好，所以这黑棋二路小箭，看上去好像有点怎么说呢？看上去有点这个。对白棋的攻击力差一点，但实际上把自己相对来说弱的一边它下厚了，加强了，让你的棋子往黑棋厚的地方走，下得非常冷静。急攻的话呢，恐怕自己被卷进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先这个白棋飞，下一步再虎，黑的下得非常的冷静，就尖一个虎一个，把自己都做活。黑棋现在这块彻底厚了，你要活就让你在这活。白棋拐一个也很大，刚才我们说了这里有什么打入之类的问题，白棋拿不住这个子，拐一个。好，黑棋飞在这儿，一般的感觉是正，但正的话呢，白棋这靠长啊什么的容易在这里做眼，所以它飞在这儿。
反正这边白棋也不容易出去，点刺一下，记住这个，如果这样下的话呢，白棋先手一断再一爬，这个冲断之后将来断了之后，将来有个种种的味道，种种的味道，让黑棋可能总有很多借用，所以黑棋占一个，一步棋走干净，一步棋走干净，白棋扩大眼位，靠，再长。打入，我们刚才说的白棋这里遗留的问题啊，这一打入这五个子是连不上的，白棋不能靠拖也没有用，拖也连不上，往上小尖，长是一个破眼的要点，如果你这样封，被白棋一虎，这地方眼形很丰富，封住白棋也没有太大意义。白棋在下边有一定的眼位，贴冲，这是必然冲。好，黑棋现在这一冲，问问白棋怎么走，如果立，那当然黑棋这冲一下已经先手便宜了，把白棋的眼位给冲小了，而且呢将来还留下一点问题，就是这个冲我们可以看成这样，这有一段白棋棋形是有弱点的。那么如果白棋现在挡的话呢，黑棋我们简单说冲这个白棋就挡不住，挡被一打吃再一贴回来，挡不住，只有退。下面还没完没了，白棋这块局部也不是活棋。问问白棋是挡还是退，总有不舒服的地方。白棋呢这一刺的意图是，刺一个是先手，然后我就可以挡上了。你这冲就不存在，冲我挡，这个子刚好，你打我粘，冲过来。刚好防了这个断点，不过呢刺的时候黑棋不会粘，粘的话等于还需要花一手棋去吃白棋，白棋这个可以连回来，刺的时候黑棋虎在这儿，也就是说黑棋这一冲瞄着白棋这儿的弱点，逼白棋刺一下，黑棋一虎已经把这个吃到了，那他就用不着这样去贴，用不着这样去贴，或者现在去补一手，让逼白棋刺一下，然后顺势把这五个子吃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白棋在这黑棋这块大空里面活得很舒服，但是呢，黑的也有收获啊。把自己下后之后转回头，收获了这个打入，吃下了这块。点。大飞。之后压住。如果在下边走破眼的话呢，被白棋出来，黑棋下边走价值也不大，大飞一下先手便宜一点，反正比被你顶在这儿活，黑的目数上已经便宜一些，再压住，搬的时候黑棋脱先了，
贴起来，贴起来还是瞄着这里有一些味道。白棋尖顶，尖顶也是很大的一手棋。黑的如果这么长，这长没有太大意思啊。长的话，白棋就加攻进来。黑棋往前走的同时，白棋顺势把上边都围住了。搬一下，然后打入在这儿。这个是黑棋贴的时候就瞄好的手段。白棋要想吃住这个子，很困难。比如说你这么来，恐怕被黑棋一扳，自己的棋形肯定是。气很紧啊，有一定弱点。白棋跳这个，黑的扳是先手，长贴出，这个没法再扳头了，扳头显然被扳出去，这各种断点。而白棋呢是扳这个，黑棋紧凑的一扳，扳这个，白棋如果接上的话，黑棋有爬出来的可能性。黑的如果爬，白棋扳的话呢也没什么用，黑的这一扳，白棋不能冲了，冲被一断。这个两边都有问题，所以扳也没有太大用。打的话，这个劫白棋负担很重。如果长呢，黑棋长过来，这白棋看上去也很悬的样子。扳一下还有个好处，就是阻止了白棋一手扳住。这扳了一下，白棋再走的话，黑棋可以挖打出去。爬出来很厉害，所以白棋冷静补一手，那么黑棋断掉，那这个打入还算是挺成功的，把白棋给断了，先手等于先手把白棋限制住，而且黑棋的外势还有所增长，然后上边是比较大的地方，黑棋点这个可以说是应该能很比较轻松的把白棋这块空给破掉啊。这一看眼见的20多目，并且对白棋这块它实际上是有压力的啊，它就尖了虎了之后点在这儿，白的如果从这边来进攻的话，黑的靠出来。将来这二路一飞，白棋自己没活，这对白棋来说是个麻烦。这不但攻不到黑棋，自己还要去做活。后手做活之后，左边大场又被黑棋占，这白棋显然不合适，所以这步点相当厉害。白的呢照，就是要进攻这个子的同时，他还是要。照顾自己这块棋，那得拖。虎不能随便让黑棋出来，出来的话自己又要去做活了，所以一定得扳住。黑棋二路一扳，这个是一个常用的经典手筋了。二路单扳，千万不要去打吃。打吃任何一个都是俗手，白棋如果退的话，黑棋再选择往这边打吃，先打吃完这扳，白棋再也不可能再退了。二路单扳，白棋只有粘上，
然后再很实战的一爬。这爬是黑的，如果长的话，这有个点，这点很厉害，黑棋眼彻底被夺了。如果走这个呢，等于本身也是已经是一种退缩。黑棋爬一个先防点，再往里一挺，活得很舒服。啊，黑棋上边很舒服的活了一块，那么白棋断，黑棋连上。好，那么棋局进行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黑棋在进攻白棋右边打入的子的时候啊，黑棋这个不慌不忙的，先把自己的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子下后啊，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通过进攻白棋的弱点来取得收获，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我们继续来看实战的进程。白棋断完了之后呢，冲，冲，冲出来。黑的如果不走的话呢，白棋冲完接住都是先手，就彻底的连成一体，连后了。连后了之后，黑棋这几个残子也就没什么价值。黑的呢反冲，冲一下，这个再挡。接上，白棋当然要接上这个，黑棋那一断，往里断，这个这有打吃完再打吃，这个打劫的问题，所以白棋当然是团住，团住。长气，下一步呢，这如果被白棋一扳打再打，黑棋这就只剩下很干枯的实木棋了，这地方呢也没有什么棋，所以立这个非常大。黑棋立一个，这个是绝对的要点。白的那一照，看上去黑棋好像送死了啊，因为这一招黑棋逃不了了嘛，逃不出去了。看上去黑棋好像走了半天把自己送死了，但是呢，他其实，并不亏，因为从局部来说，黑棋有这一力。你如果收上边的气，黑的就这么收回来的话呢，打吃先手，再打吃还是先手。白棋上边吃了很干枯的实木棋，但下边被黑棋卷走的木数还比实木显然要多啊，所以黑棋这个断进去并不是白送。白的如果挡的话，这一路扳，这地方白棋是吃不掉黑棋的啊。收气的话，黑棋一路打吃这个，挡也是一样，黑棋立下，所以从这边收是打劫，从这边收呢被一打吃，这个提的话被一提，这也有一个倒扑的问题，白棋还不能轻易撞这口气，所以实际上黑棋，这，所以棋子只要走在要点上，被白棋吃了也没有关系，从这边能收回很多目数。而黑棋呢还要再追求的更细腻一些，他冲这个单冲，这个白棋挡不住啊，挡被一断打，然后断吃先手粘先手，简单摆一下，这就冲出去了啊，逃了，
白棋反而被卷进去了，所以挡不住，只能退。那么黑棋接着冲，黑棋期待的参考图呢是，哎，最好你连回去，我先手拔两子，你再单关连，我再把这个收住。先手收完了以后，左边的大场再一抢，啊，什么都走着了。这是对于黑棋来说最有利的。那么，当然，如果白棋都跟着应的话，那肯定是形势不妙啊，不肯这么就跟着走。阿尔法围棋它一般只是在赢定的时候，就你想要什么都给你，但现在这远远不是什么白棋很乐观的形势。白棋先靠。连上，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利，先手便宜，黑棋必须做活。黑棋做活了之后呢，白的是索性脱先了，毕竟左边这个大场可以。这是双方都想要抢到的，白棋就先抢了再说。这边你要怎么着呢？又再看了，因为白棋在这边补棋也是不好补。如果你补下边，黑的这先手冲断，白棋得补活。这一冲断，黑棋又跑了。如果你补上边的话，呢，下边这个问题依然残留着利，还是有官子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另一个，还是有官子问题。如果你挡他一搬粘，这个还是吃不住黑棋，吃这个被一打吃接不归了，这个子掉。如果挡的话，黑棋还是一利。所以补哪都很难受，干脆就不走了，抢个大的。那么黑棋既然白棋既然脱先，黑棋当然要在这儿动出来。这个冲是先手，它可以保留。因为如果冲掉的话，跟白棋下边走一手交换，目数略亏啊。那么既然不冲，白棋选择连上，接着吃啊，又逃了。中间这几个子又逃走了，白棋必须补。黑的逃走之后呢，他还纠缠着白棋这一块啊，白棋随时要担心死活问题，搞不好就要补一手，否则黑棋单退这地方白棋是只有一个眼。好，这地方补一手就活了，这还有出头。如果再接着走，在中间落后手，左边又被黑棋杀出来了，所以黑棋虎到这儿的时候呢，白棋先把左边守住。黑的呢，如果走中间，白棋就补活；如果走这个呢，白的就长出去。这现在白棋也不担心什么，而黑棋呢，加，远远的瞄着这块。如果这黑棋随便多两个子再一退，白棋恐怕就活不了了。所以也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就能跟着硬的，跟着硬黑棋长在一个长先手，黑棋在长过来的时候，白棋就很难活了，有可能就会死掉。白棋长，
捏住。很肥，再飞，白棋呢走这个。如果现在补活，那么黑棋这个把白棋断开是先手，断开是先手，这里多两个黑子进去就容易了。白棋飞在这儿补呢，试图两边都照顾一下。点在这里，点在这里。黑棋这逃出来还是有一定收获啊，中间隐隐约约要来十几目棋。本来的话呢，白棋这个子断在这儿，还有逃出去的可能性。黑的整体都这些都还是有所欠缺的。现在逃了之后，哎，这儿来十多目，把毛病都补好了。点在这儿，白棋一顶，这边有点薄，所以需要加固一下。长，下一步要冲断。刺，搬过来，它是。瞄着黑棋中府这一块，黑棋中府这一块也不是很清楚，这只有两个后手眼，两个后手眼，一旦真的被白棋断开呢，也是有所顾忌啊，有点担心的。黑棋点，这个只能挡住，不能被黑棋下去。再搬住，搬一下，冲，搬这个依然是要点，否则被白棋打吃了之后，白棋已经活尽了，再断开也没有意义了。而且黑棋这块眼位还，白棋打吃，黑棋这眼位还不全。长，这要冲断，你不能走这个，走这个被冲断，所以呢贴，明显这步棋是很大，黑棋如果挡下来，这还有冲断，所以挡这个是先手，挡一个是先手，这就差不多有十目。而白棋跳进来的话，自己的目数还有增加，所以跳非常大。长，长了之后呢，白棋这块需要处理。如果断吃在这儿呢，并不保险。将来一旦黑棋如果上边有子把白棋隔断的话，这地方有挖打出去的可能，挖打破眼的可能性。断在这一手棋并没有活得很干净。白的呢是加。黑棋断打之后虎过来，虎过来之后呢，这地方有个挖断，这还是白棋还是没走干净啊，有这个结针来纠缠的可能性。
挡住。黑的虎一个，把自己这个地方虎一个，自己先彻底的补好。如果不补的话呢，死活应该也没有问题啊。白棋如果点，黑棋就接上，爬破眼，断呢黑棋搬，白棋慢一气。如果弯这个的话，黑棋弯这个，断的哦，这地方有点问题啊。白棋一断，再一挡，黑棋死掉了。那么只能粘的话呢，白棋搬这个。白棋一搬，这样黑棋眼是不够，局部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黑棋补一手，黑的补一手之后，这地方黑棋补干净了，这里白棋也没有先手了的话呢，这地方白棋的弱点就暴露了。这一半打吃先手，这等于是打吃先手，这一顶白棋就被断开了。这补在这儿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他问白棋怎么补，这地方你有毛病你是怎么补。如果你团着补，那上边黑棋可能还有借用，还会有一些借用，至少这长啊什么的都是先手，这还有断。那么退着补的话呢，上边黑棋点先手挤先手，目数先差一点啊，这个断依然是存在的，所以白棋补在这儿。白棋补在这里呢也有它的问题，黑棋一挤，这当然只好挡上，那再一点，好，两个子掉了，不能再粘了，粘被一断，再一打吃脚没了，等于局部只能粘在这儿，两个子是掉的。所以官子上白棋脚也亏不少。好，那么白棋看到如果这么就老老实实接上，形势应该是很不乐观啊，形势不乐观，所以白棋长。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搬在这儿，搬在这儿他瞄着长要把黑棋中间给断开。黑的贴，白棋拐回去，先手挤，再粘上，挤完接上，然后白棋一立，这现在断不进来啊，断被黑棋打了，冲下去了，立这个，这边要断，这边要冲吃三子，黑棋呢就。吃这个也好，吃这个也好，这都不管了，都给你，我吃这个。黑棋这一段吃非常大，这个吃掉，目数上来说，这个脚太大了。本来白棋的脚被黑棋吃成这样，下一步还要把这个连回来。那么这个实地上白棋就彻底的。没法跟黑棋比啊，如果来吃这三个子呢，黑的都无所谓，黑棋就简单一打吃再连回来，这白棋的空明显不够，那三个就更无所谓了。
所以白棋现在要想赢，白棋现在要想赢的话，唯一的可能性，他瞄准的目标应该是黑棋这条大路啊，把这块杀了，白棋才有可能赢，而不是什么冲吃三子，这点小利可以，脚上这个损失不是这样吃可以弥补的。那么我们来看白棋怎么办，白的先把这个接上，白棋先把这个接上，接上之后下一步他不是这么就不是这么冲吃的问题，他要飞进来杀整块，杀黑棋整块，所以这边不补是不行的。如果现在、害怕中伏死掉，中伏补被白棋整块杀了，黑棋呢接住补活，白棋挤一个破眼，好，黑棋现在这里就剩下一个后手眼了。我们看黑棋怎么办，黑的贴在这儿，贴在这儿呢，这个白子是连不上的，我们可以看到走这个被断掉了，先来一只眼，白棋如果这样弯呢，黑棋冲再断是后手，黑棋就做活了。黑棋这里先来一个眼，然后呢这地方有断，这里有个断，黑棋中间还可以再寻求一个眼，白棋飞，黑的呢靠住这个局部，如果白棋不搬进去，如果白棋不搬进去的话呢，黑棋是个怎么着都是活棋啊，这样是活形，你从那边杀呢他脚上也有眼，是活形，如果搬的话呢，黑棋可以单架，白棋不能粘，粘的话黑棋一冲，断的话黑棋先手拐，你挡不住，挡住被吃死了，然后再渡，白的慢一气，白的如果吃这个的话黑棋立打吃呢，黑棋单退，这一挖白棋四个子棋筋死了，如果你补黑棋先手打吃再一打或者再一跳，这样白棋被吃在里面，所以搬的话黑棋可以单加下来，白棋是搬不进去的，打吃这边也不行，黑的这个是先手，立就行，立然后贴这个先手再立下来，白棋那边是过不去的，连不上，所以黑棋这一靠脚上呢是活了，黑棋脚活了之后呢，那么白棋还是赢棋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杀这块破这个眼，破眼黑棋一断，白的打吃，黑的下得很稳，挖一下，现在白棋不能这么断打，断打被黑棋一立扑打吃，吃全吃死，白棋打挖一下什么意思呢，挖一下就是它简明一点，看着简明，将来即使白棋这个断道之后脚上还是杀不了黑棋，脚上来杀的话黑的加这里，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黑棋退在这儿的时候，退在这儿的时候，或者黑棋现在还有一个下法就是粘上啊，这个先手你不能走，这个只能粘，黑的一断先手打吃再挡在这里，可以挖到一下，可以确保加下来，这些都是先手，那么脚上确保活棋，
脚上确保活棋之后，中府一粘，白棋当然得必须断。我们可以看到黑棋粘这个是先手，然后呢，虎在这儿做第二只眼，白棋先吃一下，这个眼白棋不好破，黑棋粘这个。粘这个要冲断白棋，白棋受不了，你靠断打。先手打吃一下，打一起将。虽然脚上死活没问题，但是呢，这加完吃掉一子，毕竟很大。好，那么下成这样的状况，就等于是黑棋是要求先，黑棋的意思是我已经先手活了啊，因为黑的拖了一手先，黑的说我先手活了，你吃我中府是不可能的，那再把这个抢了的话，这目就更不用说了啊，黑棋居然脱先，那白棋最后一搏挖进来。挖进来破眼，然后再以断打。这也是白棋破黑棋这个眼唯一的办法啊！黑棋一提，白的现在呢不能粘这个，粘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黑棋接这个是先手。你如果来破眼，我这一冲，白棋这不入子啊。那么走那边的话，黑的一提，这个眼又坐回来。所以白的不能接，而是断吃。断吃，黑棋只有粘啊，提被白棋一粘呢，眼彻底没了。再冲这个呢，白棋从后面吃，吃一接不归。所以黑棋只有接，白棋一提，等于黑棋整块是打劫杀，整块是打劫杀，看上去很危险，但其实呢也没什么，因为黑的本身劫。黑的有很多本身劫，挖是劫财，不应的话白棋自己死了，让黑棋提回去。白的飞点，白棋很难找到黑棋的劫财。黑棋全盘都很厚，这儿也补了，所以这个补很厉害，这也补了，其他地方找劫财也不容易找，非点在这儿，黑棋把这个牢牢的接上，接上了，白棋点了一下，黑棋再接上，好，下到这儿呢，白棋就认输了，因为这下一步有一冲，这一冲白棋这一串全死了。你如果吃到中府这一块呢，显然损失还抵不上那边，如果补回去的话，黑棋就硬劫就可以了。好的，那么这盘棋呢总的来说，黑棋在进攻白棋和在处理中府的时候呢，计算相当精准，而且下得相当冷静啊，那么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好，那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